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我开始前往什么法兰德什么的。咦？这里居然还有个任务？我之前漏掉了，我先去把它解决吧。上次是玩到我把乞丐之王给杀了。I was hoping you'd stop by, my dear Anna. I'm aware that you're deeply concerned. 哦，原来是打完这个的任务。难怪这没有。Rignon, who operates a string of brothels just north of here, imposes horrendous working conditions on his girls.Things would improve markedly if you were to send him to eternal banishment. What's in it for you? Oh, cynicism does not become you, dear boy. Let us say that should Grignon's collection of delectable damsels find themselves without a patron, well, my kingdom would necessarily expand, wouldn't it?好哦，你们要吃啊？他上次我，他居然上次跟他一起那个女孩怎么不见了？那个看起来有点不太情愿的女孩。寻找瑞格瑞奴。就慢了一步，他直接看到我。要换装备耶，你们有什么想法？这次要用什么装备？哦、我已经被起疑了，在哪里？射程外。我走吧，来个死亡转角。这样他们居然看不到，有够愚蠢。
爱德华，你说爱德华的套装吗？好啊、哦。宝箱在对面。好，我来换一下。爱德华的套装，对不对？我在哪一区啊？啊，对好，我上次有收集到一些技能点数，我还没点。技能。我是要点这个吗？双重，我有八点了耶，剩下四点留来等五的时候来学这个了，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多一点宝箱。Vous ai-je causé du tort? Par ma foi, je trouve bien.觉得亚诺好像比爱德华稍微小只一点。穿上爱德华套装就有一种兽感。嗨。杀死目标。目标还正在靠近我哎。耶，完成，超简单。再来这个好了。我是不是已经过过外地人二啊？好像有这个印象。
人头马，这是超受欢迎的任务。不过算了，我不想解多人。我对多人就是有一种排斥感。既然都来到附近了，看看他是不是……欸，这好像之前骨头那边嘛，这是二星。啊，好帅啊！双重刺杀。那这区就剩这个啊，还有这个没有买，等一下去买一下，我应该有钱吧。顺便补一下消耗品好了，消耗品也快没了。你可以自己解多人啊？不可以啊，怎么自己解多人？他就强迫我一定要跟人家玩呢。Honor, look at that. Jean-Baptiste Rotondeau escaped prison. Ever hear of him? He knows a few things about the assassins. It's likely he'll attempt to get to the Templars and tell him what he knows. Assassinate him before the National Guard can reach him. He's right down there, escaping through the sewers.下水道。没有，不用杀他们，我继续前进好了。杀他们可能会浪费时间，虽然他没有计时。啊，找到了。
我必须逃出该区，然后就走原路回去啦。对，之前有遇到一个不能往后跳的问题，我后来有去查了一下，它是因为我推了方向，它好像是说要我抓着东西的时候。 然后单纯的按 R2跟叉叉。等一下来试，让巴蒂斯特·罗通多，一名来自意大利的骗子，以及替许多大人提供情报的双面谍。据说他是拉丁文专家，还是个珠宝盗卖者。 还每天经常在巴黎王宫会见奥尔良公爵17以上，只能假设他应该不是在教公爵拉丁文。有一次，罗通被指控他企图暗杀一直跟他有过节的拉法叶，他是政治俱乐部的常客。罗通多正与当时的奋击派领袖保持密切联系。 他因各种罪多，吃进出监狱。有一次，有传言说他谋杀了女王的红颜知己朗巴勒的公主。这项谣言称罗通多并没有，这项谣言称罗通多为什么多一个城？罗通多并没有刻意澄清。 再来买这个，修复资产。 可是他会强制配对之后才让我那个才让我玩呢。我突然发现，我换成这个。 爱德华的套装之后，为什么我的能力值上面都没有什么变啊？哦，套装是外观，然后我可以自己在里面穿的东西不一样，它其实是穿了两层。 刚刚好像有断线，对不对？进不去。啊，来试一下弹跳。 那这样子的时候按住，不要推 L， 对，它就会翻过来。所以是因为我之前都控制方向键，它其实是不要控制方向键，它就会自己往后弹。 红色那是什么？
两个居然分这么开。整修。我真的有办法直接开始多人游戏吗？那为什么上一次我一按多人游戏，他就开始配对，然后就开始跟人家一起玩了？传言目标终会实现的灵感来自于班杰明·富兰克林担任驻法大使期间被问及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据说他这么回答：“哦，目标终会实现，目标终会实现。”歌曲比歌词还要早出现，而且有玛丽。等一下，这是歌吗？我怎么没听到？啊，听歌，自己看吧。真的可以自己玩，可是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自己玩啊？不然等一下去试试看好了。我怎么觉得他们就剧场？任务在楼上。这里好像显得跟比我上次那一间还要破旧。让他们吃甘草。众所周知，在富隆区长在富隆区长在囤积粮食，并且以高额的价差出卖出。我们在巴黎的大堂发现他的仓库之一，阻止囤货工人，并打开仓库，散给人民获得食物。议会，有问题交给我。居然囤食物，恶劣的商人。是在那个房子里面。
You have so much, you can allow us a few carrots. Go die elsewhere. Have pity, we need food. There's nothing for you here. Get away. We must have flour. How are we to live? Go die elsewhere. Ah, 是什么？他终于到我。 Up and bloody disappeared, he did. Quick, 只要有惊吓，就不能急杀，对不对？好啦，我当爆头就总行了吧。 端着不能开枪，这是什么道理？ 是的，想要偷偷击杀，都一直没有办法成功。为什么？不行，我一定要偷偷击杀。 这里应该有我偷偷击杀的机会。哎，有犯罪啊！Shit, this isn't good. <音>躲在这里当掩体吗？为什么？哎呀，讨厌！ 反正我就是不会隐藏啦，报仇就报仇。
我就是暴徒，怎么样？暴徒实际上写的比较快啊。哼，全部杀完了。B 计划无双流，对啊，不然我都没有办法隐藏，他们都不管怎么样都会看到我，奇怪，为什么视力这么好啊？我都还没找到他们，他们就找到我了。约瑟夫·富隆·德维，三平被认为是一位睿智且严苛的人，正为顽固且保守的财政部长，在闹饥荒与高税收的局势下，成了暴民宣泄愤怒的第一票受害者。就在巴士底监狱被攻陷之前，被誉为法国拯救者雅克·内克尔取代了他的位置。就连一票饥民也都知道内克尔会带来低税政策。在这大众的想象中，富隆以及他的女婿巴提耶·德索维尼必须要为国家陷入食物短缺的窘境负上一切，负上一定的责任。谣传说他在闹饥荒的初期曾经说过，如果他们太饿了，还可以吃甘草。过分耶，富隆最后的下场非常悲哀，他从私人避难所被带离到郊野外，打着赤脚拖行于巴黎，被麻绳跟甘草捆在一起，只给他掺了胡椒的醋喝。再经过多次的绞刑，为什么会经过多次的绞刑？绞不死哦。他终于被斩首了，而他的头颅则被插在鱼叉上，随着民众游行。真的还蛮惨的。话说回来，丢烟雾弹啊！可是我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就已经被他盯上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只能从玩。好了，我承认我不太会躲。什么？我想当暴徒？我才没有想当暴徒，我就是不想当暴徒才这么努力，就还不是失败了。愤怒我觉得我之后都买隐藏的装备好了，隐藏能力很高那种，看有没有办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困境。